嗨，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elly 联盟 Lulu。我们今天要来试吃的是雅尼克工坊的冠军月饼。那它有两种口味，一种是 traditional， 一个传统的是红豆口味，另外一种是芋头口味的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试吃看看。OK， 我觉得层次非常的丰富，里面是芋头泥，不是芋头块，它里面还融合了一些蛋黄，所以有点甜甜、甘滴甘滴的感觉。那芝麻的香气也在我的嘴巴里面跳舞跳动 dance。我们现在要来试试传统口味的，同样的好吃，因为它里面有菜包。不是菜包吧 ？Sorry， 我的台语不是很好。那里面也有一些，我想应该是红豆的成分在里面，一些麻糬 ，Yeah， 所以它的口感非常的丰富，层次非常的多元。我这两个口味都非常喜欢，但我建议如果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外国人开箱就到这边啊，希望你会喜欢台湾的中秋节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